曾经掀起收视热潮的大宅门导演郭宝昌的新剧《翻手为云覆手雨》日前在北京开机。开机仪式上，张牧似乎心情不太好，媒体采访的时候状态明显有点冷。被问到为何会受到大导演的青睐时，直接以一句“命好”作答。命好。不，你说吧，你先来吧，你说。不能说多，一说多他们就问题大了，特别不过在与张默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，雷佳音表示张默与他荧屏上冷冷酷酷的形象很不一样，他是一个骨子里很温暖的人。其实我之前通过采访啊，我看张默在采访里总是那个说话特别少，然后呢淡淡的那种感觉。我之前以为张默是一个就跟他塑造的形象一样，就是挺有性格的，但是我接触张默，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孩子，他真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孩子，人特别好，反正跟我挺对路子的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北京报道。